放下你的恐惧，你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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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你的担忧。放下你的担忧，你可以放下你的担忧，你可以放下你的担忧，你可以放下你的担忧，可以放下你的害怕，你可以放下你的害怕。放下你的害怕，你可以放下你的害怕，你可以放下你的害怕，只要你想，你现在就可以放下你所有的担忧害怕。恐惧不会阻止你前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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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惧不会阻止你前进。休息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往前两步，然后可以发现更多美好的事。最后退一步休息，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后退一步休息，可能也会是非常棒的事。咪抓猫抓板也是一件很疗愈的事。叮叮猫咪抓猫抓板也是一件很疗愈的事。你可以做得到。
些值得感谢的事情，多小的事情都可以，给自己一些时间想想今天有没有发生一些值得感谢的事情。日常的小事，
机会在明天改善。所有的事情都有机会在明天改善。所有的事情都有机会在明天改善。你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明天会是全新的一天。明天是全新的一天。你现在很想上眼睛，你现在。